2014-10名模选拔复赛下午在台中盛大展开，而这次要挑战的是穿比基尼以及海滩裤走秀。通过第一阶段的残酷选拔，挺进第二阶段的参赛者穿上比基尼，个个秀出自信好身材，在舞台上展现最亮眼的一面。清凉的比基尼走秀仿佛让炎热的天气顿时凉快许多。2014-10名模选拔赛参赛者来自各界，每个人都希望能夺得冠军，站上伸展台一圆明星梦。而电影美女赖玲恩和宅男甜心张景兰也以前辈的身份出任评审。一定要想办法让我们记住，觉得是主要是要展现自己的优点啦，那缺点就尽量隐藏。女神一出场果然不同凡响，现场民众争相目睹风采，引发不小的骚动。他们也期许新人勇于展现自我，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记者黄九仪、赵正林台中报道。